啱啱喺情人节宣布婚讯嘅李彩华呢日就着龙肩装出席颁奖典礼，婚后第一次喺公开场合亮相嘅佢，容光焕发，幸福两个字都写晒喺块面度啦。不过阿 Wing 结婚之后就竟然忙到连度蜜月都冇时间去，咁几时先有时间请大家饮呢？会啊，我们应该月底的时候大家坐下来会慢慢商量一下，比如说请谁啊，然后在哪里搞啊，然后还有什么时候，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正式的想过，对，应该大概都是今年年底吧。咁同老公又有冇计划快啲做人啊？即可能明年啦，即明年计划要生小朋友嘅时候就明年开始咯，系啦，咁今年再努力埋咯。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工作嘅。